Appalachian sunrise meets my skin. Even with my eyes still closed, I can feel it coming in. Golden, I'll follow only golden. Golden, golden things.十吨可以走，高度是多少？十 feet， 高是二十，是吧？高是那是二十公里的速度啊，但是底下是水泥桥墩的，所以说十吨，但是高度我不知道，十二尺，十二十三尺高，那就是说我是可以过的。十吨，我们那个车是几吨？四点五吨。啊、哦，没问题。它都加固的很，很坚固，很结实。In 500 feet at the end of the road, turn left onto Highway 105. Then you will have reached your destination. 哈特拉廊桥，很长。今天上午需要找一下 dump station， 因为昨天做饭和洗澡用了很多的水，今天是需要补充水和把灰水倒掉。在手机上的 APP 里头找一下。打开 APP 以后呢，一看看到这个标志，这个标志就是 dump station。啊，然后这里呢它是有方向，这个方向是挺重要的啊，因为我们往西走嘛，正好这个方向大概一致，然后这里出现哎呦还有200多米就到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可以点开，按照它这个GPS 就可以去找到这个位置。 OK， 打开以后这不就是它上面就会就说明它现在还是工作的啊，然后这里是定位啊什么的，啊，这个它就是上一次用的，就是在这个 APP 上啊写的这个人，他的这个年月日，你看是2022年8月，这个就可以工，就是这个 dump station 可以工作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如果他是1年前、2年前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啊，在天气不太冷的情况下，这个日期月薪。工作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，所以 dump station 记得是这个标志就 OK 的，它都是很好找的。下水道哦，耶、啊，它真好，这是公共的，公共免费的这个 dump station， 就是要有这个标志，有这个绿色牌子的标志，一个房车，这个就等于是。排水嘛，对吧？嗯，然后这儿，这个水肯定的红色的肯定不是饮用水，然后这就是加水的，然后下面的滴漏，那灰水啊什么的就在这排掉。你看，看没有水？有水。现在我们准备前往夏里雅克。夏里雅克是一座小镇，它盛产龙虾，被称为龙虾的世界。这个小镇啊，不仅以盛产龙虾出名，它在镇中心大西门还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龙虾塑像。这个塑像呢，主要以钢材打造的，全长呢是10.7米，宽5米，高4.9米。总重量约50吨。
霞之乡。旁边就是礼品店啊，洗手间啊，快餐店现在都关闭了，没什么人。第四季度看他这个三文治，烘焙的龙虾卷，哇，这面包里头加的全都是龙虾肉，好诱人呢，肯定好吃。前面就要到达联邦大桥，这座大桥全长12.9公里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穿越冰层覆盖水域的桥梁。它的建成及通车完全改变了爱德华王子岛千百年来与世隔绝的状况，被世人公认为20世纪加拿大最伟大的工程。热带风暴菲奥娜在爱德华王子岛肆虐了3天，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我们现在来依然可以看到有很多大树连根拔起倒在地上，一堆堆被折断的树枝啊，还堆在街旁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。Walk up the river by my son, feet step over splinters of the moon.中餐通过查阅手机那个 APP YAP， 然后我们来到这家海鲜馆。这家海鲜馆的那个龙虾卷是在2021年8月获得那个最受欢迎奖。我们品尝了一下，的确是好吃，而且这家的海虹是直接煮一下就上桌，非常的饱满鲜甜，值得推荐。Gold birds, gold, gold anything, gold. I follow them, gol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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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ld things, gold.
跟着 GPS 寻找 Evans 海鲜餐厅， 无意中来到了 Audley Landing Lookout Parking Lot。 海鲜汤。 如果你想欣赏哈利法克斯市中心或麦克唐纳桥的景色，这个地方是最合适的了。在达特茅斯游玩，至少要来这里一次。 太阳升起来了。 来到哈利法克斯，一定要开车到哈利法克斯城堡走走，这是哈利法克斯的地标，也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区的一个制高点之一。每年7月1号国庆节，还有丰富的节庆活动。 佩蒂湾灯塔是一个必须打卡的网红景点，它离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相距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，有很多的灯塔，但是佩蒂湾灯塔的确很有名。这个不足百人的小渔村，每年吸引了百万游客到访，被称为大西洋的天涯海角。 而佩蒂湾灯塔曾多次登上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是许多摄影师的网红灯塔。
Even with my eyes still closed, I can feel it coming in. Golden.